又不是你男朋友，你紧张什么？嗯。好好一男的，神经怎么这么差？你别误会啊，刚刚有个女生一直贴着你拍照，我觉得你们应该不认识，才坐过来的。你今天怎么没开车？坐公交找找新闻素材呗。方主任让我们更贴近生活和人群，多观察，多发现。你们今天下班挺晚的，有研讨会。哦，还挺辛苦的。那你们平时？佳凯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上次不是没请成吗？那就今天。